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注中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。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44页，544页倒数第五行，课题：祈愿感正。请看经文。经文四句：誓愿若刻苦，大千应感动。虚空诸天神，当遇真妙法。念老为我们解释：刻苦，慧疏云。刻为刻成，果为果随。前面发的愿，这个愿果然能兑现，就是刻苦。48愿，愿愿都兑现了，求大千世界感动。感只是感应，感属于众生，应属于佛菩萨。众生有感，佛菩萨了一定有应。感属于众生，众生是起心动念，应是佛菩萨，佛菩萨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。这首偈意思是说，本愿若能成就，本愿前面所说的48愿，48愿，愿愿都能成就，一愿都不缺。那么法藏求的呢？大千世界一切身中应受感动，当现瑞相。天神雨花就是瑞相，梵天、色界天地势欲界天，这一些天神，色界18层天，欲界6层天，当从空中降下珍奇殊妙的天华，
以为证明啊，这些天神为法藏比丘证明他的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，愿愿都圆满了啊，看到这个瑞相，如净言所云，净言是隋朝慧远大师的无量寿经的注解，这个注解在过去流通很广，他写得好，读诵的人很多，这个里面的注解有说四愿一偈啊，就是这前面四句偈，勤正要锐，要就是要求啊，勤诸天善神为他证明，要求诸天现瑞相啊，若定刻骨，若决定能够成果，啊，那么大千世界这些天神应该受到感动，啊，现什么相呢？空于妙化，雨是降下来啊，像下雨一样降下来，这个降下来不是雨水，是妙化啊。下面经文果然呢有应，应念真诚因缘，法藏比丘四十八愿是极乐世界的因，这个因圆了啊，果就满了。我们看经文，佛告阿难，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说，法藏比丘设此诵习，诵就是寄诵啊，就是前面这一首诵，说完是应时菩提六中震动，菩提就是大地啊，大地有六中震动，天宇妙化，一散气上啊，真的空中出现妙化了啊，不但出现妙化，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啊，听到天乐啊，而且还听到天神赞叹，决定必成无上正觉，天神来给他做证明，色界十八层天，欲界六层天啊，十八层加六层二十四层，诸天天人来给他做证明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设计才比刚刚说完，感应真快呀！啊，立即显锐，空中就看到妙化，听到音乐，还听到天神的赞叹啊，念才动
周边法界啊，自自然然的空中就现出妙法啊，这是念力，不可思议啊！求色界十八层天，欲界六层天。这些天神给他献瑞做证明啊，所以叫应时大地震动，是气世间的瑞相，这个不是地震啊，地有震动，这个震动让你感到有。有没有伤害了？没有伤害。啊，地震呢？只要地有地震，都会有伤害。啊，诸天来先瑞的时候，这个地震没有伤害。啊，大地震动，气世间，这是我们的一环境。啊，瑞音，雨花。奏乐赞言，这是有情世间的瑞音啊，就是经上所讲的畜生无尽啊，啊变法界。佛经上的术语叫法而如是，我们自自然然就现出这些境界啊，所以叫应时啊。大地震动是气世间，气世间就是我们的居住环境，称为气世间啊。环境的瑞音，雨花作乐赞言，有情世间的瑞音，证明法藏大愿决定成就，必然居修含容空有这样的心量啊，才能相应啊。我们求感应，为什么求不到啊？法藏比丘求感应，他这个念一动，欲界天色界天都知道了啊。那我们起心动念，试问欲界天色界天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我们有求，为什么没有感应？我们求的那个心不能感动它，没有那个德心。法藏比丘有德行，他发的愿是真愿，我们凡夫发的愿都是自私自利啊。天人知道了不理会，没当作一回事。如果你发的愿是为救护一切众生，这个愿是真愿，这个愿是善愿，天神感动，天神会加持你。啊，那么此地这叫显加，非常明显，让你完全觉察到，啊，空中
雨花落下来，啊，听到天乐，虽然没有看见，听到音声，啊，听到天人的赞叹，啊，这是明显的，啊，还有一种有感应，明应。啊，没有明显的，你不能够觉察到，但真的有感应。啊，众生有感呢，佛菩萨、鬼神都有应。啊，这个地方说的是天神，不是鬼神。啊，通通有应呐、啊。感应道交啊，不可思议。下面说菩提，指全世界的大地，六种震动。六种震动有三种说法，这在佛经里头，这个地方都把它抄在此地。一者，指六识之动。为六动，六十是一天一夜啊，现在我们用叫小时，24小时啊，白天12个小时，晚上12个小时，24个小时，就是小时。那六十呢？六十就是大时。啊，古印度人是时间呢，他把白天又为30，啊，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，白天，啊，晚上呢是初夜分、中夜分、后夜分。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，这些小时啊，古时候中国没有用外国，这外国人用的24小时，中国人用12个时辰：子丑寅卯辰巳午未，用这个啊，一个时，中国时是2个小时啊，这是。古时候，现在呢，通通都用24小时了。啊，印度大概也用24小时，全世界统一了。啊，我们知道六时，每一时是现在的4小时。这六时震动啊，啊，六动。那么六识之动呢，这叫六动。第一个，佛入胎的时候啊，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投胎的时候，大地六种震动啊。第二次的时候出胎的时候就出生。第三，佛成道时。第四，佛转法轮时，转法轮就是讲经教学，啊，转是转动，法轮是比喻，啊，法轮是轮，是最圆满的器具，啊，比喻佛法的圆满。那第五呢，由天魔劝请，将舍命时，那佛不住世间，是接受天魔的劝请啊，最后入涅槃的时候，这六个时候都有大千震动，都出现这个相啊。那么这是第一种说法。第二种呢，以能动六方为六动，大品般若经第一卷有说，二十
世尊，故在狮子座。入狮子游戏三昧，以神通力感动三千大千国土，六种震动，东涌西没，西涌东没，南涌北没，北涌南没，边涌中没，中涌边没。地界柔软，令众生和悦，是以东南西北中边六方之动叫六动。啊，这个也是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以游戏三昧啊，这是有意的，让这个大地震动，这震动就非常轻微啊，让你能感觉得到啊，大地在动，对佛产生信心啊。那么第三呢，说动有六种，这叫六动啊。净华严经，华严经呢，到中国不是一次来的，经太大了，三次传到中国来，都不是完整的经。啊，都有残缺不完整。啊，东晋传来的，最初传来的，翻成中国文六十卷，啊，我们称它做六十华严。这六十华严里说的，唐朝初年。武则天做皇帝，从西域穿过华严进来，比东晋时候多九千计啊。虽然华严经是有十万计啊，传来的时候不完整啊，第二次算传的最多，比原来的晋朝翻译的多九千计啊。前面第一次是三万六千计啊，这一次再传来多了九千计啊，差不多将近一半啊，一半是五万计啊。贞元年间第三次传来《普贤行愿品》，很难得，这一篇是完整的啊。翻译成之后成为四十卷，所以华严有六十卷，有八十卷，有四十卷啊。通常流通的本子是八十华严加四十华严最后第一卷，叫八十一卷啊。这经是从这么来的啊，那我们要知道它啊。那么经界里的说是动起涌震吼觉为六动啊。下面有简单的解释，动呢摇荡，起升高了，涌是卧下去啊，震是有声音，吼是声音很大啊，觉是觉他啊，让人呢感觉到啊，感觉到那么上面这三种说法
第一种表震动之时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六个时候有震动，后面两个表震动之相，至于普令震动之因缘，知足论第八有说，佛何以故震动三千大千世界？这不是小事，不是让纸上地球上动，三千大千世界都动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现这种瑞相？大愿于令众生知一切皆空无常故啊！是这么个意思啊，让一切众生时时刻刻提醒一切众生，一切法无常。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毕竟空，无所有不可得，真的是如此。我们自己没有觉察，那学佛的人警觉性比较高一点，每天晚上睡觉睡着了，这个世间什么是你的？你睡着了，连你身体都不知道。《金刚经》说得好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了。死了才知道一切无常，一样也没带走。每一天晚上睡觉就是小死一次。当你睡得很甜的时候，人家把你抬走了你都不知道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哪一样东西是自己的？世间人迷了，迷什么？就是迷这桩事情，把这些假东西都当作真的。要据为己有。自己的身都不可得，刹那生灭了。我们眼前你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这些现象，六根对的六尘境界，通通是生灭法。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。大乘经上佛常说，色由心生，色就是物质，相由心生，相也是讲物质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如果我们心里没有想了，真正能够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个境界好。这是什么境界？入这个境界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没有了。为什么？没有想，这些空空啊。禅宗里有两句话说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呢。就是这个境界迷而不觉，我们看到这些现象
这些现象是六道轮回的现象啊，现象里的圈子最小的小圈圈，三千大千世界就不止了啊，比我们这个圈圈大多了，那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啊。啊，现在科学家讲银河系啊，佛的这一个教区多少个银河系啊，是一个啊，是一个银河系，一尊佛的教区啊，像这样的这么大的这个教区，在这个空间里头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啊，每一个教区都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众生啊，但是要晓得这些教区都不是真的啊，真的是什么？真的就叫常寂光净土，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一片光明啊，大光明藏在形容它啊，那是法身，法身没有相，能现一切相，能现一切相是自心的心得，能变一切相是妄心阿赖耶，就是生灭心，生灭心能变的啊，不生不灭的真心它不变啊，像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没有阿赖耶，没有妄心，没有妄念，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帮助大家全都转识成智了啊，在哪里转？在莲花里面转的，到极乐世界去都是坐着莲花去的啊，坐在莲花里面，莲花苞就合起来了，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里面，花开见佛，转识成智，所以极乐世界那么美好啊！极乐世界的人没有念头啊，真的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个能力谁给他的？啊，不是他自己修成的啊，修成要很长的时间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完全靠佛力，不是靠自己，靠佛力的条件就是两桩事情，第一个真正相信极乐世界真有，经上讲的你一点怀疑都没有，你都把它当真，啊，第二个条件，真想去，对极乐世界不怀疑，第二个，我真想去，你有真愿，真信，阿弥陀佛就知道了。你这个真心真愿要坚持下去，不能动摇不能怀疑不能退心啊，今天想争取
明天又舍不得离开这里，那就不是真的缘，那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假的不能感动阿弥陀佛，真的能感动。如果真心真愿，阿弥陀佛就会给你通向信息。啊，或是在梦中，或是在定中，你见到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告诉你，你还有多长寿命？等你寿命到的时候，我来接引你。你真的死心塌地了，极乐世界注册了，有你的名字了。阿弥陀佛讲堂有你的座位啊，你会很欢喜啊。还有一些聪明人见到阿弥陀佛很难得，见到之后这样抓住不放啊，跟阿弥陀佛说，我的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。阿弥陀佛慈悲，就能带他去。这样的人不少，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头看到，往生传里面看到啊，一半以上念佛三年就往生了啊。早年有个佛，有一位法师住在台湾基隆，我讲经他常来听。有一次他问我，问这个问题，说往生传上记载三年往生的那么多，是不是都是寿命到了？我告诉他，这个讲不通，不合乎逻辑啊。少数人碰巧遇到，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三年往生。那他为什么三年往生呢？他寿命不要了，他三年念成功，跟佛有感应啊，佛来告诉他，他要求佛带我到极乐世界，这个地方寿命不要，这样才讲得通啊！啊，因为能不能往生，全靠他力了，不靠自己，完全靠阿弥陀佛来接引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的高下，那个是念佛功夫的前身。所以念佛求往生这一句话不能听错了。那为什么要照字面上来讲，念佛不能往生？念佛是正高品位，他管这个的。那往生靠什么？往生靠信，信心、愿心啊，我真相信，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，往生靠这个。那怎么去法呢？完全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。这两桩事情搞清楚啊，搞清楚就明白了。啊，我信愿是求阿弥陀佛带我走，我念阿弥陀佛是品位增高啊，就是凡圣同居图也有三杯九品啊，多念佛地位就高了啊。从来没有念过佛，临命终时一念神念也能往生，那是生下品，下品下生。
啊，完全没有功夫，能不能往生？难。啊，所以要知道，念佛多少与往生没关系，啊，幸运有关系，全靠阿弥陀佛，靠定了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这个才行。啊，这个柱子里面上面三舌第一个表震动之时，后二呢表震动之相，至于普林震动之因缘是什么，大智度论里有说，念老把它抄在这个地方，知度论八啊，曰：佛何以故震动三千大千世界？啊，大曰：于令众生知一切皆空，无常故啊。这个地球里面是。地球的中心是一片火海啊，温度非常高啊。啊，所以从地下冒出火来，火山很多啊。也是告诉人无常啊。佛次如人与染衣啊，这用比喻来说，我们像染衣服先去尘土啊，特别是出家人，出家人穿的衣服叫粪扫衣，古时候得一件衣不容易啊，脱一波饭容易啊，那义怎么办呢？在家人穿的这衣服穿破了，穿旧了，不能再穿了啊，丢到外面来了，出家人把它捡起来啊，捡起来的不能用的地方把它剪掉，剪成一块一块啊，得要累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啊，有的时候半年一年啊，再把这个布头裁成一块一块的，这个衣服是小块的，一块一块的缝在起来，那料子不一样，颜色不一样啊，穿起来也很难看，所以要染衣啊，染上染这种颜色，叫咖啡色的啊，叫染衣啊。染衣是指出家人的啊，染的时候一定先把衣服洗干净啊，晒干净再拿去染。那佛呢也如是，佛成佛也是这样的，先令三千世界众生见佛神力啊，佛以神力现六种真土啊，众生知道有佛出世，有佛说法，啊，静心柔软，然后说法，是故六种动地啊。啊，这是一个信号。啊，为什么？
经上常说，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呐。遇到佛法可不是容易事情，特别在人道，佛不常出现在世间。300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地球，啊，在印度，印度人知道有佛，印度人对佛很敬重，啊，佛以这个身出现在世间，啊，中国在印度的东北方，啊，中国人不知道有佛，中国人知道有圣人。所以佛出现在中国是以圣人的身份，啊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，是不是佛来应化的？为什么？他们的说的东西、教的东西，许许多多都相同啊。没有两样啊！我曾经将这个问题请教老师，啊，李老师，老师告诉我，理上讲得通。为什么？《法华经》普门品里头就说得很好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他没有一定的相。你喜欢什么相，他就现什么相。啊，你喜欢佛，他现佛；喜欢菩萨，现菩萨。中国喜欢圣人，就现圣人；喜欢贤人，就现贤人。没有定相。啊，所以我就根据这个道理就说，世界上所有宗教他们拜的神、拜的上帝啊，印度佛教拜的佛、中国拜的圣人，通通都是佛的化身。啊，化身佛没有相，能现一切相啊，你喜欢什么相，他就现什么相。啊，所以他们教你理论、方法，许许多多都大同小异。啊，今天这个世界，由于交通便捷、资讯发达，就像汤恩比博士所说的，地球应该统一为一国。这汤恩比说的。啊，有这种说法的人不止他一个。很有道理啊。统一成一国了，核武战争就没有了。啊，不可能出现还有人是过与过的战争呢，那统一了就不可能发生这个战争。那谁来统一呢？汤恩比博士的主张由中国人来统一。说这个话是在1970年的那个时代。他三次访问日本。啊，说了很多21世纪社会问题。那个时候他忧心忡忡。二次大战结束之后，
出现海雾，他担心这个事情，告诉人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。为什么？第三次是核武战争，生化武器啊，这个可以把地球上的生物啊通通灭尽，不只是人没有了，可能连细菌都没有了啊，这是个集体毁灭，那是人最愚蠢的行为啊。为什么他是要中国人？他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，历史哲学家啊，他把世界分为20多种不同的文化，最优秀的文化是中国文化啊，他也称为东亚文化。东亚文化的主体是中国，还有三个卫星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，成为他们自己的文化，就是日本、韩国、越南。所以他说，这四个国家统一成一国，就能带动全世界。啊，在那个时代，中国社会还没有安定呢，正在推动文化大革命啊，所以有人问他了，你怎么能说中国会统一世界，你头脑有没有问题？他那时候82岁，人家说他，你是不是头脑有问题，怎么会说出这个话出来？他回答人说，你们不要忘记，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，不能小看它。它有一天走不通了，回去找老祖宗，它就变成世界第一。真的，一点不错。那现在在迷惑，总有一天清醒过来。他把他老祖宗找回来，就世界第一，真的一点没错。啊，他对这个世界有相当的影响力。很难得了。啊，我在2005年、2006年，2次访问伦敦。啊，今年却是我3次去访问。我去看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、伦敦大学，主要是看学校。啊。这几个学校都有中文系，也就是汉学系啊，他们的学生学文言文，有能力读中国古文，啊，我在台湾还遇到一个美国的学生女孩子，在台湾大学学习啊，是台大跟纽约大学交换的学生。他学什么？学华严经。啊，学校没有开这个课程。那个时候我讲华严，大家都知道，所以学校就把他送到我这儿来，啊，跟我学华严经。他能读中国的汉字，
能看清凉大师的注解，清凉唐朝时候人啊，我感到很惊讶。现在这是中国台湾大学生都没办法，你怎么学的？他告诉我，他学汉文，学中国这个古文，学了三年，可见的这个不是难事。你要专心学三年，先做得到，啊，不稀奇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推动汉字文言文，啊，这是中国传话的载体，这是根，这是本。啊，要中国传话文化传遍全世界，必须把这个问题首先解决。啊，这一次我参加巴黎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的机构，啊，这个活动之外，我到英国去看看有没有机会，啊，把汉学从伦敦扎根。啊，伦敦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啊，在伦敦把汉学扎下去，我相信三年会影响整个欧洲。啊，对于中国文化传遍全世界有很大的影响。啊，这次的访问很成功。啊，我希望大学办个专修班，啊，汉学或者是汉字专修班，啊，汉文专修班都可以，啊，专门用三年的时间来学汉字文言文，学说文解字，啊，学群书之要，不必多，三年到五年的时间。有能力把这一部群书之要念通，能够讲解讲清楚讲明白，那再把它翻成外国文字向全世界流通。那我这次就目的在此地，我们也谈了一个眉目，我希望啊，校长跟我谈了将近三个小时，啊，他还要到香港来看我，我希望学校能成立一个汉学系，从这做起，啊，教材我们代他编辑，教师我们推荐，那我可以送他三十个名额的奖学金，供给学生交学费跟吃住。啊，我们谈这个问题，五年之后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可以教汉字，就是都能有能力教说文解字，教群书之要，我们就把它扩大成汉学院。啊，有老师就能找学生了，现在规模太大了，没老师，培养老师
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三年到五年就能搞成功，五年之后再搞汉学院。啊，我们相信赞助的人就会很多，这是一桩好事啊！让全世界的人都学汉字，学说文解字，都学群书治要，还有一部过学治要。过学治要是治学的，群书治要是治国的。啊，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这些智慧理念方法啊，效果经验都在这套书里头啊。唐太宗就是靠这一本书成就贞观之治，大唐盛世啊，唐代那个时候管用，现在还管用。啊，两千年之后他还管用。这是国宝啊，人类的瑰宝啊。啊，全人类都学，我们的想法看法就一致了。不再有斗争。不再有战争了。汤恩比说的话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现在西方人慢慢相信。我见到不少人都有信心，好事情。啊，大家都愿意在习主席领导之下，不容易啊！啊，习主席去年在教科文组织发表一篇讲演，虽然不长，很有影响力。啊，我今年去了，遇到很多大师。啊，聊天的时候都谈到这个事情，我说你们相不相信？相信了。啊，那么现在迫切需要的，就是把群书治要翻成外国文。啊，蔡老师前几天打电话告诉我，360第三册。出版了，啊，全部出来，大概七八册的样子。啊，现在还不到一半。静心柔软，这经文上四个字，通常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来讲，真诚心、恭敬心，还要加上一个清净心，才能学中国传统文化。没有这三个心，圣贤人来教你，你也不会学不会。啊，它跟学科学不一样，科学没有恭敬，没有真诚，能学，能成就。圣贤学问不行，佛法不行，乃至于其他的宗教，学习宗教。要有真诚，要有恭敬，要有清净心。啊，没有这三个条件，
难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搞圣贤教育，学生必须要以佛家讲的要发菩提心，没发菩提心不行，学不会。啊，真正找有真诚心，有恭敬心，有亲近心，热爱传统文化，热爱世间苦难的人民。我们学了干什么？救苦救难。苦从哪里来的？佛告诉我们，苦从无知来的，从迷惑颠倒来的。你对于事实真相无知，所以你把事情看错了，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那就带来灾难了。现在的社会就是啊，怎么解决？把它讲清楚，讲明白，用圣贤的行，用科学的也行。那当然最好是科学跟古圣先贤东西结合起来讲，大家更容易懂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看清楚了，想清楚了，不再迷惑了，你说的话是真话，你干的事情是真事，真正利益苦难众生，真正帮助社会化解冲突，促进和谐安定啊，帮助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一生的幸福美满，这个人不好找啊。汉学院的学生要这个条件就可以参加了啊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啊，我希望有30个学生，我们提供这个学费，啊，生活费用来提供供养他们。5年，啊，3年到5年，一直到他毕业。他毕业之后就是汉学的教师。啊，在这个大学里面他有学位啊，有硕士有博士，他取得大学教授的资格。啊，我相信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得成功的。啊，真正有志发心，这才行。啊，要发勇猛心，啊，真正把自己慈悲心发出来，大慈大悲，啊，勇猛精进，这真正的佛弟子。所以静心柔软，然后说法，啊，是故六种震动，震动是这个意思。说今者菩提六种震动，正应法藏大师大千应感动之事啊，他有这个誓愿，这个誓愿是感啊，这些天神是应，感应不可思议。啊，佛表今发愿，正是将转无上大法轮也。啊，无上大法轮就是净土宗，就是这一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。用这本经
教化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认识极乐世界，认识阿弥陀佛，对阿弥陀佛、对极乐世界升起坚定的信心。有了信心之后，他才愿意去啊！这地方太好了啊！这么好的学习环境，这么好的老师，这怎么能不去？啊，真心愿意去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具足了。啊，念佛的功夫不重要，为什么？极乐世界确实有级别不同。啊，它有四土，凡圣同居土。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、常寂光土，不一样啊！啊，每一个土都有三倍九品，这的级别不一样，那就念佛功夫浅深，啊，这个不要紧。西方极乐世界是有这个。但是怎么样呢？他平等待遇啊，一切受用完全平等，没有丝毫差别啊。十报陀里面菩萨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待遇是一样的，这个了不起啊，十方世界找不到的啊！这是什么原因？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啊！不管你是什么等级的人，他一加持就平等了啊，待遇完全平等啊！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反复啊，一点功夫都没有啊，待业往生去的啊，十八头的菩萨化身大师啊，跟文殊普贤、观音师至一样的，他们是十八头的等觉菩萨。这个地方能不去吗？不去是你不知道它的好处，你知道这个世界的好处啊，你就巴不得我今天就去啊，何必在这个世界受罪，巴不得快快去啊，所以念佛三年就有感应的啊，见佛你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，要求佛，佛真带你走，不是假事啊。那因像海贤老和尚，我估计他功夫成片，像他那样的人，老实听话正干，三年可以得到啊！诸位要记住啊，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锅炉匠三年，他绝对不是三年寿命到，绝对不是。啊，他三年，这时间太苦了，不愿意在这住。啊，求佛带他往生，真走了。
站着走的。啊，海贤老和尚成就了，佛来告诉他，佛不是叫带他到极乐世界去，佛说他，你修得很不错，是个很好的榜样，你再多住世间几年，啊，给学佛的人看看，给念佛的人看看，他是来做样子的。啊，那么在我想象当中，他的寿命应该是七老八十，不可能一百多岁呀、啊。那一百多岁的时候，完全是阿弥陀佛给他的，把他寿命延长了。啊，真的，他这一生给我们做出最大的好事，为我们做诊断，为我们证明。他一生就念一句佛号，啊，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他没有念过一部经，也没有听过一次讲演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了92年。念佛法门功夫的三个等级，他统统得到了，功夫成片，事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。理业心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得到了。你在《咏思记》里面去看，啊，在这个碟片里面去细心去观察，你能够感受到，啊，他说他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没有到这个境界，说什么都知道，那叫大妄语，那是骗人的，啊，这种妄语是无间地狱。他真得到不输啊，做一个出家人，本本分分，好样子啊。我学佛，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因为我在台湾一个人，没有任何累赘啊，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，叫我读释迦方志、释迦谱，我从这里入门啊。这两本书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读了之后才晓得，发现释迦牟尼佛不是宗教，是教育，那是非常伟大的社会教育家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学佛你得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你学错了啊，一定要认识他啊。所以我们是从认识释迦牟尼佛入门的啊，老师指导的好啊，没有叫我多走冤枉路啊。我跟张家大师3年，啊，佛法的基础是这3年奠定的，啊，持戒，
那个时候我没有念佛啊，净土真的是难行之法啊。我学佛到今年64年，什么时候相信净土的？30年之后才相信的啊。禅云法师劝过我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也劝我多次，我都没有接受。那我怎么会修净土呢？讲华严，讲法华，讲楞严，从这个地方觉悟了。啊，华严经幕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记录，再细细看文殊菩萨也如是。啊，楞严经25圆通，观音是指两个特殊法门呢，不是一个。啊，一般人都讲一个。观世音菩萨2根圆通，那是太明显了。啊，按照一般排列，观音菩萨应该排在第二，25圆通第二，眼耳鼻舌身，这个顺序，眼根是摆在第一了，他是耳根圆通，应该摆在第二，把他拉到最后。这个太明显了啊，把它排到第二数。啊，那么大势至菩萨按照顺序排列，他是根大，七大里头地水火风空见识，它是见大，要摆在第23位啊。结果他动了，他跟第24位交换了，24位是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在他之后，现在把弥勒菩萨拉前面来，他摆在弥勒菩萨，他们两个只跳了23换成24，啊，24换成23，这个太微细了，一般人没注意到。按照顺序就是普通法门，不按顺序特别法门，所以楞严25圆通是两个特别法门。这个要知道啊！啊，大势至，净宗初祖啊！啊，他是第一个提倡念佛法门的净土宗，最早的。法界初祖啊，普贤是娑婆世界初祖啊，慧远大师是中国净土宗初祖啊。我那个时候在美国讲经弘法，遇到黄念老，念老笑着跟我说：“你是美国初祖啊！”我离开美国了啊！要不离开美国的话，在美国弘净土宗确实我一个人啊，没有人弘扬净土宗，要把经讲清楚、讲明白、讲透彻，大家就相信，问题才能解决。
那么这个大地六种枕头，正应法藏大师大千应感动之事，又表经法院，正是将转无上大法轮，就是要讲无量寿经。那这个无上大法轮呢，就是大乘无量寿经。天语妙法，自然音乐，唐以为天花古药满虚空啊，大宝积经里头无量寿会啊是这么翻的。家乡俗语，地动表皆形影啊，地动表的是法藏比丘的法院修行啊，雨花明彼得果啊，空中雨花表这个意思，自然音乐正妙有之徒说法化无言啊，自然音乐表这个世界叫极乐世界啊，佛菩萨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呐、啊，说法了教化众生，意思是所现这些瑞相当中，地动表得果，皆有行愿之因，是皆行因之也。雨花有花则有果。以表大愿必然的果。我们今天要往生极乐世界去，这是正事，是大事。无论先前从事哪一种行业，小事啊，小事要把小事变成大事，怎么变化？功德啊！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认真去做，把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，就变成大事了。啊，个人有个人的正业啊，出家。出家人的正业是什么？是讲经教学。怎么知道的？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。啊，释迦佛没听说他做法会，这经上没这个记录。啊，没有听说过搞金蝉佛寺。啊，这些活动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没有，他的活动就是办班教学啊，办班三百多会，就是三百多次，这个班有大有小，时间有长的好几年，有短的一天而不到，随缘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得大自在啊！啊，出家人的正业是讲经教学，所有宗教神职人员都是以讲经教学为正业。
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人家看到你称你一声法师，法师什么意思啊？你要不把佛法讲清楚、讲明白、教人，那怎么能叫师呢？师是老师啊。啊，那叫你这个名字就错了。名实要相符。啊，基督教称牧师。天主教叫神父。啊，所以他都有师父的意思在啊。不能搞错啊，搞错就不务正业了，这不能不知道啊。早年我在美国的时候，20-30年前，我跟大家讲啊，那时候我讲佛教有四种，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的佛教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第二个是宗教的佛教，贬值了，不讲经教学了。啊，做法会，做金蝉佛事。变成宗教的佛教，第二种。第三种，学术的佛教，大学里头，哲学系里面有佛经的课程。啊，早年我还教了5年。啊，我在文化大学教了5年。啊，变成学术了，变成哲学。啊，最后一种呢，邪教，打着佛教的招牌，做违法的事情。四种啊，现在呢，现在我讲6种，又加了2种。一种是企业的佛教，把它当作商业企业来做。啊，你看，全世界到处都有它的道场、分公司，它有总公司，它有分公司。啊，这个近代出现，还出现一种旅游的佛教。啊，大陆上许多佛教道场。观光旅游景点，那个没办法，历史悠久啊，这个寺庙几千年、几百年，古董啊，啊，到中国来旅游的人都想去看看，啊，这个道场从早到晚都是接待观光客，没有时间休息了。现在6种，你属于哪一种？啊，第一种不见了。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没有道场，没有寺庙。啊，但是他教学也很活泼。啊，国王大臣有花园、别墅、宫殿，请他去讲经，他也去，讲完就走了。啊，他也并不固执，我要回避，不是。啊，那他为什么不建寺庙？建寺庙要管人，要管钱，要管事。
心就不清净了。啊，佛法最重要是清净心的。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一尘不染了，这是佛法。最清净是佛法，平等是佛法，觉而不迷是佛法。啊，你被欲望染污了，啊，被傲慢拘束住了。功高我慢，不平等的，迷而不觉，那没有深入经藏，不知道佛教的是什么。啊，当然你也不知道你学的是什么，这个错了，教学为先。在中国《礼记》里头，《学记》都说得好，所以宗教这两个字不知道是什么人提倡的，这两个字意思太好了，啊，如果宗教名副其实，那全是教育。啊，宗教两个字合起来，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遵从的教化。你看这意思多好。啊，这个说法得到全世界宗教的赞叹，我们这十几年，将近二十年，在全世界做团结宗教工作，提出中国宗教两个字的定义，每个人都喜欢，没有一个反对的。啊，这次在欧洲看到英国要团结宗教，要给宗教建立一个大道场，这个大道场富丽堂皇，啊，真是世界第一套道场，干什么的？提供给所有宗教活动教学用，想得太好了。啊，每一个宗教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办公室。啊，他可以在这边教学，在这边讲经。啊，大大小小讲堂很多。啊，宗教通通能在一起学习，在一起上课，天天见面，真的，宗教的矛盾化解了，宗教的冲突没有了，宗教会带给世界真正的安定和谐。好啊，啊，我看到很喜欢，我听说英国皇室支持，啊，这一次我去跟他们的宗教领袖都见了面，啊，我们在澳洲图文巴做了一个小型的，也是宗教活动中心，那是一个城市，是一个宗教。啊，说地动表德国，啊，这个德国通通是由借由行愿之因，啊，没有真正修行，
没有大愿，不能成就啊！要有行愿之因呐、世界行因之意。于化者呢，有化就有果，以表大愿必然得果。自然因由必得妙有妙乐之土，就是极乐世界。并广宣妙法，化无无尽呐、最后空中赞言，决定必成无上正觉。满了法藏比丘的愿求，会俗曰：“刻苦无疑，故因决定修因，一定正果。”这是没有丝毫怀疑的，这是决定呐、决定中之决定，故言必成。无上正觉就是佛果，无有此土，故名无上啊。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十方诸佛刹土，没有像极乐世界一样。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？前面说得很清楚，他是参观考察，现在我们叫调研。调查研究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。这个佛刹里好的法藏菩萨要，不好的不要，是四十八愿是这么来的。即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美好之大乘，所以他这个世界任何佛事佛国土都不能跟他比，真的是第一。我们看下面这一段，至于法藏大师才发愿意，空中遍及赞言，决定必成，无上正觉者何也？为什么？怎么这么快？无量寿经起信论里面解释的很精要，讲得好。无量寿经起信论是乾隆时候彭二莲他的著作，在九种中国文的九种无量寿经，它算一种。他把它注解了，自用其意而简述之如下。没有完全照抄，重要的抄在这里。一切佛土，不离众生一念清净心而得成立，这是根本的原因。
极乐世界也不例外，是众生一念清净心成就的。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有一念清净心，那阿弥陀佛带头，弥陀建立这个世界，十方众生往生的人都把他一念清净心带到极乐世界。这个意思要懂。法藏大师发此宏愿，只为破除众生妄执，开显当人本有心量，令之净土，即是法性本然，非从外得，何以故？啊，何以故是提出问题。这个话很重要，为什么？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对于极乐世界丝毫不怀疑。啊，为什么？弥陀自信呢，跟我们自己的自信是一不是二。啊，他现前东西就是我们自心现前的，没有两样啊！啊，法性本然啊，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非从外得了，都是自心清净心当中流来的、流出来的。啊，为什么那么好？念头好，我们一些好念头。没有人启发我们，把它忘掉了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乱？谁在教？中国几千年来，一直到满清初年，伦理教育。道德教育、圣贤教育、父母教啊、老人教啊，老人不管是谁家的孩子，见到都会教他。学校教啊，那个时候的学校是私塾，私塾老师教，同学在一起认真学习啊，啊，所以根扎得深呐。古时候有一句谚语，叫“三岁看八十”。三岁以前扎下的根，八十岁就是到老死都不会改变，根深蒂固啊！啊，国家奖励教学，教得好的，出人才的，啊，考中举人的多。考中进士的多，政府奖励啊！现在谁教？父母不教了，父母都有工作啊，请个佣人来教。佣人怎么教？佣人怕小孩吵闹。把它放在电视面前，电视打开，于是电视就叫了啊。四岁五岁
就网路教了，电子游戏机来教他，叫什么？杀盗淫王，全教坏了啊！所以今天世界乱成这个样子，媒体有责任。媒体如果叫正面的，无量功德了，将来他们什么愿都没有，他也升天了。这天人像天父啊！如果所播的这个内容是负面的，那就是无间地狱。地狱天堂随你自己选择。真的不是假的啊！人不是不想好，找不到好东西在哪里呀？我们用这个东西来讲经、弘法、教学，老师教的，60年前。方东美先生，那个时候电视黑白电视，没有彩色的。告诉我，这个东西像水一样，可以载舟，可以覆舟。它本身没有善恶，你播扬善的，以善教化社会，教化众生。你播扬是反面的，你就在制造动乱，制造犯罪，不能不知道。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，讲经教学，这个东西管用。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出家，电视台的费用是论秒算的，我们根本不敢想这个问题。我们用网络20多年了，用卫星13年。03年元旦开播的，这个影响大了。功德无量啊！台湾陈彩琼居士夫妇两个人做的。当初他搞这个，我没有信心，我不敢相信能活得下去。只是在屏幕上把他们银行存款那个号码打上去，就有人寄钱给他。我相信不多，但是听众人多了，所以他的收入就很可观了，能维持得下去。以后又建立一个电视台，他现在是2家电视台，还有个世界电视台。这个是完全播佛教的。讲经的电视台，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。这个值得搞教学，这个事业做参考。现在的教学用这个最好。
没有香堂，没有道场，啊，小小摄影棚就行了。啊，听众不见面，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。啊，我们没有山头，我们没有组织，没有群众，啊，孤家寡人，逍遥自在啊。啊，那么所讲的东西，通通制作成光碟，能保留下来，做什么用？将来真正要办一所佛教大学，这些都是教材啊。用光碟不要请老师，省多少事啊。啊，我现在是年岁太大了，不想管人，一生没管过人。啊，但是我希望有人能发现，办个佛学院，我把我所有光碟都送给他，你就用光碟教学，不要请老师。啊，肯定能把学生教好。啊，现在广东潮州道德讲堂就是个例子，他办得非常成功，完全用光碟，没有老师。啊，在我想象当中，20年之后，大概高中以上啊都要偏重在光碟教学了。为什么？没老师了。现在学术走下坡，一代不如一代，好老师没有了。什么原因？好学生没有了。啊，心地清净平等、真诚恭敬的学生没有了，学生没有了，老师叫什么？老师无法教了，啊，这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。所以我们不能不懂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